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冰。Hello， 我是 Kimberly 谢静怡。Hello， 我是演员方伟杰。这次我们在拍这部戏之前，我们做了这些准备了。那我呢，平时不是很会踢球的。那在拍戏之前，建制其实挺好，给我们一些训练的机会。那除了训练的当额，我还跟朋友每个星期天就约了去练球了，所以后来成果还不错，在拍戏的时候还挺顺利的。我其实没有踢到球啦，可是因为我的男朋友的剧情中里面，他会拉我去跟他们一起练习，所以就呀无辜的要陪他们。你不觉得你自己很爽吗？还无辜的陪我们。哎呀！其实在之前我就知道有这部戏要开拍了，所以我挺厚脸皮的一直跟金志讲，因为我真的很厉害踢球，不相信 ？Try 我啊！对啊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准备功夫了，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下，踢踢球一下，把以前的感觉找回来。周一至五晚上9点，八频道，球在你脚下，球在你脚下。